大家好，我叫慈林林龙梦，中文叫做麦高困难。对，好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公投很多嘛，联组也很多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公投联组，就是东京奥运台湾队证明公投。对，然后直接进入业配主题，我今天要讲的是，我们要下一页，下一页。好，亲爱的航空公司，对，那是这样子的，大家知道最近有个屁孩，航空局，对他最近就跟国外40家航空公司发布了一些。同时要他们遵守一个中国原则，然后，简单说就是要把它改成中国，就是只要看到台湾的地方都要改成中国台湾。对，那也许有些人看到新闻，也许有些人没什么感觉，但，其实他不止做这一次，他还陆续大量的投放广告到各个 internet 的 social network 上面，然后试图用媒体跟民众洗脑这样的一个观念。那其实大家也有发现嘛，就是之前有个 Facebook 剑桥事件。我相信中国应该也有发现，只要透过社群媒体的操作，其实可以影响民众，影响公民，影响公民就可以影响政治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台湾再怎么有钱，应该也没有办法像他们投这么多广告。然后甚至于他会做一件事，就是 Twitter 的账号说，你想认识中国吧，你想认识亚洲吧，发了我的 Twitter 就好了。好，那不止做这件事情，最近也开始做一件事，就是中华民国护照可能会越来越难用，甚至于开始跟我们宣传说，出国时别忘了带台胞证，因为你台胞证可以去更多地方，甚至于你台胞证可以受中国的保护。对，好，那我觉得下一步应该就是他把中华民国定义成分裂主义的武装政权。对，那这个就大家知道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对，好，那游戏财政要开始，在两天前，就是7月5号的时候，所谓官媒就是人民日报就发推了一个贴文，叫做。很感谢，这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胜利的宣言吧，就是印度航空对改成把台湾改成 Chinese Taipei， 所以他特别讲到 Chinese Taipei 就是一个中国台湾在中国里面。对，好，看我的真身。好，然后外交部也表示抗议，好，我要叫快速度。然后但是游戏还没结束，欧洲前阵总督前阵子看好也因为这类事情一个游行。对，然后我在想啊，至少在被 AI 统治之前，我们应该。为自由平等而战，捍卫身为人的真正价值。然后有一张图，什么是这个人的真正价值呢？可以看到一个小小台湾的绿色。如果这张图你不太懂意思的话，也许这个就懂了。对，好，那进入主题，就是我发现这个法国人他会在 Twitter 上面 at 航空公司，然后表示他不满，然后航空公司会回应，然后甚至于大家会去讨论这件事情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应该在网页上面一个 hashtag， 就是一个行动的 hashtag， 然后列出要有人帮忙整理出哪些航空公司已经执行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行动的 Twitter 有人发文的部分做一个 list 的呈现，算是一个行动的页面。然后有一个网址叫做 x.co.htn， 然后我需要有人帮我把航空公司的 Twitter 整理出来，谢谢。